Thank you.
ังก็เป็นไป知道不？啊。我无遮咧，就泡泡啊！佮遮咧，就泡泡走路。
啊是伊切了较济我尔，我是无伊切了很济，对不对？伊是切了较济我尔，无。我规身骨都一泡泡啊，嗯。啊，切了个小鸡鸭哦，啊。下一天我再来呀。好漂亮，谢谢哦，谢谢，谢谢。
耐磨钢的机，它厚度刚好五毫米，啊，越来越薄啊，到最后是3.5，嗯，5到3.5这样。别走了啊。它刀锋很均匀的，均匀的热，哎，均匀的热度，按起来刀啊较会碎，头啊尾啊到尾拢拢来刀较均匀啦。它的刀锋有的不一样，颜色不一样，还有产生了白的，哎，刀锋是白的，嗯。
切小面。婴儿油可以吃没关系，但是植物油，所以说你这个你那切的的沙西米哦，保养用婴儿油。OK 了哈。我卡上老林，老林。好，帮你。好，请，请，请。好，帮你，帮你，帮你。好，行。好，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呀，来呀。也准备好，我跟你讲哦。风啊，那台湾也无看到，悠悠悠悠。
好嘞，两块。哦。现在梦中要上几台推车做？哎呀，还要四处分解给你们。包工的刀子是很好的，不修了。还要钢板，
看这里啊，嘿。我这个这条一条我这个一撮哇，刚削出来就是安尼哇，一撮。我这扛，我来个遮，哦，这提加这钢，那包钢。我滴落去，滴落就烫空了。嗯。哎、欸，这奶奶这刀尾给切落去咯。
冷冻过的呢，你看东西也甜，冷冻也无够出一个，那没有用了。所以讲试看嘛啦，啊那无够，还搁甜。以前啊，锅抓很嫩啊，对，完了，完了，
这哈，这拢无鱼，我这里啊，这里拢这样。
去剪开。我想你做啦，那放啦，我想你做啦。哎，你那大地上那皮啊，哎呦，进了进不盖盖上去了。这里上户，三角上，我下来，卡车边赶紧落来。Thank you.
我过来，拢卖鱼皮，还进来。这哪里都得啊，不过来。没有那种声音，是为了烧。那就基本上，那另外的。一边，怎么样？今天中部就它柔道可以当上腹肉，很慢。有的一般的鱼啊，这根本那个有的上道都对袂到。出过两件灯呢，啊，出两件灯。先挂多点的灯，办。先走喽。是哦。我想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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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收房啊！
下来，把你敢下来？没关系啊。再过，再过。你擦。我现在都还有。现在刚刚洗澡。都还有啊。那我先去洗脸。下课啊？没有啊，你过来。不要。香好甜哦。建宏哥借我拍一张照。可以。你比方拍一张。好好。接下来的话，有一些在你那边，在下比方刚刚都进来的，我们大概现在五分钟而已。我觉得我车子应该撞不下。我自己错，我才跟你说。脚踏着，铁一边啊踏着。阿姨，哎，话者啊，你去哪吗？无啊，去跟他三脚啊，我是山尾。你这里哈 ？Boss。你要分两工吃的，再做两工伊，安尼困两场就好啊，困两场就好。两场就好。嘿。来。三秒。来。
老婆。好。吃，我来看看。是的，等下个，那可能个咱可以行。个，你爱食啥？上衣啊，穿啊是全无解做着。我才要切嘞，要切落去，切落去了阿辉啊。
等等。
重要酒也袂使。
那边要弄。啊，无好，我无好买哈。迄个茶甲牛皮啊，全部拢较歹卖，你是够高伊嘞。迄大家这边可能都无。有啥？我话多，我。这些高分不了，我才不来啊！哎，这些。
下水的呀，对我很棒。
叫安尼，看要切安尼倒，安尼来倒有啊。今日才切的，切好的。水也是等于说，你再去想想空旷吧。一、二、一、二、镜头你要注意的。没有。哎，你不要，我要拿眼镜。有啦，你好紧啊。等一下，大概就是这一块哈，让现场喜欢的朋友，我们就是贴影。四六零。做得很亲民，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吃到，就是说我一定要那个金字塔顶端的人才可以品尝到那个上天的礼物哦。
Thank you.
就咱们刚签了。
有人买，我一箱就买。啊，你这个人够切嘞，够切嘞，好呀。好啦，啊，你这差不多三斤，咱一个三斤半，三斤半。啊，一个三五千块左右，啊，你五千啊嘞。来，这个上，这个开了，这个开了，
看一下哦，很漂亮。我们等一下大概就是这一块哈，让现场喜欢的朋友，我们就是便宜，那我们试试看它的鲜度。这个会比刚刚你们吃的那个头部肉啊，香气更浓。我这个刚出来的时候，刚开始的价格台斤大概在1800，然后现在只一路掉，从1500，然后到现在的量比较越来越多了哈，它价格在1200。那等一下喜欢的我们就送1000块，喜欢的我们就发一些，多大多小都行。这不了那么多，就跟我讲卖1000小块一点。就把你切切少许吗？啊，切切一些。对。切。就用这一块回馈大家。我们已经慢慢接近到这个筋的部位了。所以等一下，在一块的厚度，我们就要把筋那个部位取下来，不然客人吃到的话，也会觉得那一块会比较带筋。这一块啊，目前我们店是拿来做香酥黑尾鱼，非常好吃。香酥，我们稍微微炸一下，对，它比较多筋。筋稍微预热一下，它就会软化哈。然后真正的老饕啊，他会喜欢这个部位，哦，这个就是圆圈圈那一块，那一块的油脂密度会比其他的地方还来得高。可是这个部位的缺点带一点筋，哦，所以有的老饕不配合筋的，他会觉得，哎，他喜欢这一块拿来做水饺。
等一下喜欢的也可以就点来试试看。好，正的部位的话，等一下。就是靠精华下巴，对，这就靠精华下巴。只是说哦，像我们像这样子有没有？其实像下巴，我们都只是会把它就。还要吃沙西米的吗？这个部位真的好吃哦。来客人喝的，前面马上来，他那个小碗，多拿几个，小碗多拿几个，啊，那个汤要给客人喝的，对吗？哦，
要直接上的吗？哈。你就一点每一个人就一些些，再集中在这边，他就慢慢分一点哦，端过去给大家品尝一下。黑尾的味噌汤哦，非常美味哦。你帮我出来一下，那你帮我把那个金鲤鱼分给现场的朋友。对对对。今天蛮热，我准备穿件外套，放那边。这样才1800块。话说，把黑尾搓得很亲民，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吃到哦。就是说，我一定要那个金字塔顶端的人才可以品尝到那个上天的礼物哦。Thank you.
我倒掉，我洗澡，我已经抢完了。
Thank you.
张纸给你啊。Thank you.
你白的直接就用。白白啊。好，我先放下，我再来。我试下这个做两板。OK，擦干了。哎，好重要啊！哎呀，他推的非常OK，快起来。你直接一拉过来。
你吃啥？你吃啥来？来，回家，哎，来，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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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水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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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